今天浩传居要跟大家分享介绍的算是全家今天开始的活动啊，白烂猫，所以我们讲的烂烂无厘头人生回力车啊，然后这是7月3号开始的前四版啊，后面这里有车款，分别是别拦我懒得动不解释跟装可爱包装啊，然后后面好像7月几号开始还有另外四款啊，另外还有一个隐藏版，一个是藏在后面啊，然后一样以全家不成文的规定啊，一次购买这样子一个原包装的应该会是整套啊，可是我今天有看到人家分享他已经去买了，他也是买原包装四盒啊，可是他说他拿到的是两个一样的，不知道是最近作业程序不好这样。然后另外他还有一个是满任务他好像有指定商品的五款饼干就可以获得这个白烂猫的购物袋啊，然后只有是塑胶的一面这样子，另外一面是这样。然后比较好讲一点就是这个购物袋本人那时候是直接用10块钱买的，可能他作业系统还没更新吧，然后竟然可以直接用10块钱买，所以本人就直接用买了，所以并没有买饼干。然后这边有讲基本，然后这边有白烂猫的授权贴纸全家，然后这个是白烂猫无厘头人生回力车啊，总计是8款啊，他直接先推出这4款，那一样就直接分享给大家看了。哇，这是我发现一件事情，他这是没办法用摇的或者用摸的去摸车子，因为刚刚一打开我发现一件事情，他本身最听有这个声音啊，他本身这一次他本身有附上那个他没有拿，有像这样子有附一个这叫什么塑胶盒啊，所以他本身商品可以这样扣上去，所以他商品本身摸不出来也没办法摇啊，所以没办法听声音了、啊。然后第一个拿到这一款是所谓的别拦我啊，其实还蛮可爱的，只是他那个鼻子从侧面看怎么感觉很凸啊，正面看这样子，侧面是这样子，然后这是所谓的回力车，感觉没什么力的回力车，后面这样子啊，转一圈就是别拦我款啊，然后白烂猫在上面，根本就没办法摸啊，因为他这次有加塑胶盒，还想说看能不能摸，可以跟大家分享怎样可以让挑款增加自己想要拿到自己的款式的几率啊。他们要全家也不是傻瓜，这次直接每个都帮你配了，所以现在真的，如果你要买，可能真的是买整套会比较划算。一样有塑胶盒啊，好，我拿到了第二款，这一个是懒得动款啊，这个是传说中的贵妃卧，还蛮。因为这一款蛮可爱的，上面这样子，而且没有什么异色。然后它一样是坐在所谓的扫地机器人上。我现在才发现，对，它这两款都是坐在扫地机器人上。好，它的回力车真的是很不给力耶。这是懒得动款，这面这样子转一圈，上面这样子，然后再下一个。那这样我应该不自己会摸到一样的吧？哇，太用力了。但是这真的很奇怪，这个又黏住了，为什么？剪开好吧。这个是球包养款，
正面看这样子，侧面这样子，上面是这样子。他那个鼻子变得好凸，好明显哦。这样，然后这边一个烂圈，怎么感觉第一次滑都很不给力啊？这是装可爱求包养款，哎，不是，这是不解释款，说错。这面这样转一圈，然后再最后一款，这样子的话，我应该就是每一次都有的那种一套啊。这应该就是求包养款，刚刚那个是不解释。对，这是求包养款啊，这个脸充满可爱气息的眼睛啊。只是我的手为什么感觉好像涂装没有很好？注意看我的这一款手涂装没有好，正面这样子，侧面这样子，上面是这样子，眼睛的涂装倒是还不错啊，是这样子。所以就是两款是在所谓的扫地机器人，两款在所谓的纸箱上啊，这是新推出的四款，后面还有另外四款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它取得的方式是购买任20元以上的饮料，任两瓶，再加上69元就可以加购一款，然后不能挑款，但是它可以一次直接购买四个，基本上是一套的。另外要讲的就是它的优惠，它卖场的优全家们本身优惠就是有些饮料是可以你任买两款以上，它可能会有打折啊，所以大家可以多加的利用。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